总经理，你一开场就是我们刚开始是让你寒毛竖起。今天开始，星星哒，明天一样萌萌哒，我们是星星萌萌哒，我们是三七。乐宁，宁，干什么？所以我们也想问问我们的这个。我的妈！快看他在干嘛？所以不可爱。不是。哇！近距离的欣赏。好好。我们最后这个比赛的时菜里面呢，还加了这个。决定你们胜负的其实是在于更多的票数在上帝的手里。哇，上帝都已经蠢蠢欲动了。我没看到过这么多拿筷子的上帝。来，猛兽们上。的花